上大路，千秋家国歌在肩头，也歌在心头。横刀纵马一声吼，奔赴当年万户侯，也是数百年老。以前也是靠牛来耕田犁地的种田人干的。我们都知道，牛是种田人的命根子。杀了一条牛，就等于杀了种田人全家。可是我们干了，我们还是老百姓的队伍吗？我们还是工农红军吗？大爷、大妈、大叔、大婶，我徐海东是这支队伍的副军长，是我没有管教好下面的战士，罪过在我，杀的牛羊猪鸡我们照价赔偿，请大爷大妈们狠狠地打我骂我吧，徐海东，向你们赔罪了。哎，起来吧，哎，都起来吧，起来吧，是啊，起来吧，徐长，副军长，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孩子们，我们不怪你们了，我们不怪你们，起来吧，孩子们，起来吧，啊，我们不怪你们，不怪你们呐，起来吧，起来吧，副军长，起来吧，啊。你作为军政委起草这道命令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你想想你这道命令和敌人有什么两样啊，啊，要不是徐副军长向老百姓赔礼道歉认罪，老百姓非把咱们红军当白狗子对待不可。这全怪我，没和吴汉先同志商量，我以为福田河东面是敌占区，所以我就敌占区，敌占区更应该注意纪律啊，更不能够损害群众的利益，否则我们就难以立足了。红二十五军要都有海东同志这样的党性，
也不会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龙光同志，你要在省委会上做深刻的检查，啊，这样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军党委擅自做主呢？往后再出现这样的错误，我是绝不会答应的，啊！老虎啊，你怎么又吐血了？哎，郭大个子，别担心，我会好的。 这两天如果下场雨，对我们就更有利了。哎呀，我最讨厌下雨了。可是下场雨，能打乱敌人的行动计划，让部队在你郭大个子的窝里多歇上一天半天的。啊，到时候我的病也好了，又能打仗了啊！你徐老虎，生性难改，病成这样了，还想着打仗啊？ 我就是打仗的命。上次要不是打了一仗，保卫局恐怕已经把我给枪毙了。那现在就见不着你郭大个子了，而是去和刘世奇、廖荣坤作伴去了。郭书记，徐副军长该量表吃药了。 老胡，你看，下逐客令了。哎，形势不紧的话，你就多养两天病，啊！我再抽时间来看你，啊！不用不用，明天早上我保证出院。嗯，你呀，小周啊，嗯，好好照顾徐副军长，啊！郭书记放心，我们医院有纪律，不经过院长的批准呢。 无论是狮子和老虎，都别想离开一步。哟，好厉害呀！啊，好了，哎，我走了啊！来，张嘴。 你叫什么名字？周少兰。你是六安人。哎，你怎么知道的？啊，听口音嘛。哎，小周同志，对你们院长说，我命令他赶快给我退烧，快去。徐副军长正给你量表呢，如果说话会把表咬破的。好。 高烧根本就没退，来，吃药吧。根儿妈的，这高烧比敌人还难打退。来，副军长，副军长，军长让你马上回去。是不是情况紧急？军长没细说，只说让副军长赶紧回去。 周啊，你赶快告诉院长，我要出院。医院还没喝呢。哎，你把实话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敌人有七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围过来了。个日妈的，我还以为敌人不会有行动呢，没想到他们来的这么急。徐副军长，你这是要？钱院长，嗯，我要出院。哎呀，这恐怕不行。 你孩子发高烧，外面风这么大，这病情会加重的。不要紧，外面这风一吹，我这烧马上就退了。哎呀，田院长，这我算是给你打过报告了啊。哎，这不行，这不行，我要负责任的。哎，徐副军长，你这是要？田院长，嗯，我要出院。哎呀，这恐怕不行。你孩子发高烧，外面风这么大，这病情会加重的。 不要紧，外面这风一吹，我这烧马上就退了。哎呀，田院长，我算是给你打过报告了啊！哎，这不行，这不行，我要负责任的，不行，我要负责任的。叫了，叫了，叫了，叫了。
副军长，副军长，当心点。哎，来，放开。嗯，军长，是这样。副军长接回来了。哦，老吴，哎呀，你身体情况怎么样？快说情况啊！情况很吃紧。敌人新任剿匪总司令刘振华亲自指挥七个整师的兵力向我们围过来了。这几天我们打了几仗，但没有打好。省委决定25军立即转回鄂东。看来再不走，又被敌人包饺子的危险呢。部队怎么行动？刘振华司令部由新集移到沙窝。敌45师、75师在北，54师、64师在南，7师和12师在东，还有黄麻公路北段，由敌65师和64师一个旅在这把守。南段由敌30师和31师把守，严密封锁我们返回鄂东的路线。哥骂的刘振华是新官上任3把火，来势够猛的。我们打算从福田河的石香炉查过黄麻公路，所以部队今晚就出发。如果石香炉的敌人封锁太紧，部队还可以再往南，从30师和31师衔接的地方插过去。一般来说，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守比较薄弱的。哎呀，老胡，你的病怎么样了？副军长还是在发烧。哎，我呀还可以骑马，就是上去了下不来。豌豆，就你多嘴，别听他们瞎说，我真的能骑马，真的。我还不知道你骑老虎。平常行军马都让给伤员，现在有骑马，就说明你这两条腿实在走不动了。好，就这样吧，我带75师走在前头，你睡担架，指挥后面大队，特务连跟着你。哎，我想啊，好，不要争了。我是军长，听我的。通知部队，马上行动。是。你呀。快！副军长，前面好像出事了。快，快到我！把副军长下来。哎，副军长。没摔着吧？都别乱，听我的命令。副军长，副军长，前面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队长，先头部队长，先头部队已经越过公路，打开的缺口又被增援上的敌人堵住了。好了，知道了。李大，到，你马上带特务连枪战山头制高点。是，特务连。豆子，跟我来。队伍，赶快上山！是，快上山！副军长，有啊。